欢迎回来，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是要去寻秘宝的时候了，应该去寻这个秘密的东西。好，那这个 Som 123他说要去找秘密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再感谢这个 Som 123带路去找秘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看一下 Som 123带到如何呢？好吧，我们出发吧。好，那 Som 说 follow me 就是跟着这个 Som 123吧。Som 说今天我们会找到秘密吧。好吧，不用打字吧，直接带路吧。好，那 fish 就是鱼，明白了。那可能 Som 打英语会比较困难，拿点时间哦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要找的秘密就是找鱼了。好，找什么鱼呢？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去找鱼吧。为什么要去找鱼呢？好，那植物大战僵尸呢，有个秘密就是要去找这个鱼了。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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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看到少米123了。好，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？喂，好像有东西。哇，可以看吗？哦，真的是有鱼，不过这个是鱼骨哦，松。好吧，按一次，好，按一次，好，好，有了，好，按一次，有啦。好，算不算给他一点时间？哦，好，哦，好，有吗？哦，秘密通道啊，好，然后我们顺便掉下去了。好吧，是在这边附近吗？有东西吗？这边果然有东西哦。好，有看到了。好，按多少次？好，一次。好，好，有了，耶、yeah! ！好，我们送牺牲真的是有价值。好，哦，有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到这个僵尸地方，又要找鱼。好，有吗？哇哦，这个是真的是鱼吧？好，哇哦，这个很明显是鱼咯。好吧，按一次。好，耶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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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按了，按了。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了。哦，好多僵尸哦。好，哦，有吗？什么东西？有东西吗？好，对，可以看吗？我看到鱼。好，这个是鱼吗？好吧，启动一次吧。哦，果然哦，在窗口里面哦。好，哦，这个是 dolphin 来的哦。哦，这边好多植物哦。大家好，好，Som 就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在哪里哦。好，哦，好，在哪里呢？哦，好，哇哦，这个，好，这个也是鱼哦，大家看到吗？哎呦，这个游戏真可爱。好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哦耶，拿到了。好，我们到了，然后呢？哦，好，我们刚才看送表演是跳上来是按过去的哦。好，跳上来按，哇哦，哎呦，很恐怖哦。有鱼吗？哇哦，你怎么这样子跳过去的呢？好，没可能嘛。好吧，再来一次吧。哎呦，这个表演有点问题，再表演一次好吗？好吧，马上重生。好，在哪里了？哦，在这边。那直接你跳下去不是更好吗？哦，倒了。好，好，知道你厉害了。我也来。好，哦，好耶，好，走吧。你先表演一下。你也不能啊。我觉得应该是直接就这样子飞进去吧。耶，进去了。好，你不用放上个点，我明白的。好，然后呢？这边有鱼吗？我这边等你吧，我这边等你吧，我等你进来吧，我等你进来吧。好，兄弟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好，过来吧。好，进来吧。好，耶，进来了。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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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Som也进来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让Som123带路的哦。好，哇哦，这个鱼就真的是很大了。
还是雨滚？为什么按不到呢？哦，按到了，按到了，好，耶，按到了，按到一次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拿到了，终于拿到了，耶。好，现在我们也是要用科学家下这个地方，好，哦，好，然后呢？好，这个不是鱼吗？好吧，算是一个鱼类的之一吧。好啊，我们启动吧。好，可以了，拿到了。好，明白，就是说要跳上来这边。好，那然后呢？你不要和我说是在这边上面哦。没可能的事吧？好。然后呢？哦，好，鱼就在后面。好，我明白。好吧，这个是鱼尾吧？为什么按不到的呢？哦，好，按到了，按到了。好，耶，启动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是吗？哦，好，我明白，这个不是鱼来的吗？怎么看？好吧，就一个秘密。好。就一个秘密，好，那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进错哦，不能进来，好吧？有了有了，拿到了拿到了，好，明白明白，好，那我们找下一个吧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为什么？哇哦，那我们的 Storm 123叫我们这样跳过去，可能的是吗？好好，他说就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好，明白，我直接就跳过去。哦，过龙，哎，我没事哦。好，我没事，我可以看吗？好，有那个螃蟹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边，可以看吗？好耶，好，开完了耶，解决，还有戏看的哦。哇哦，有宝箱哦，果然是有秘密，在哪里呢？礼物，好，开，怎么开啊？好。先不要开，为什么这边有四十套吧？哦，水中妖怪哦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水中妖怪，哎呦，超恐怖的。好，哎呦，刚才我们跳下去的时候是不会死的，看看到吗？在这边是不会死的。哎呦，这水中妖怪很恐怖，走开，走开。好吧，问题我们怎样上去呢？上回吗？哦，是的，好吧，这我们重生吧。好哦，我们看到了，可以看吗？哦，礼物就在这边，可以看吗？打开箱子，哇哦，好，青蛙叫哦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哦。这个的秘密竟然拿这个青蛙叫，哦，可以看到吗？哎呦，大家的头上是真的是很可爱哦。好，拿到了耶，我们的这个耶，来耶，我们拿到这个青蛙叫的这个头盔呢，是外观来的哦。好，那真的很喜欢这个秘密的呢，都是非常简单的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结束我们这集的寻找秘密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。